什么是 settle， 也就是结账。 settle、settlement、settling 都是结账的意思，指的是商家将储存在刷卡机或主机内的信用卡交易资料送给处理商做结账处理。结账处理完成后，处理商便会在一定期限内拨款到商家的指定账户，一般来说是24到48小时。以上资讯由 US Bank Card Services 美信商务提供。